好累啊！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魔鬼训练。这就来了，辛苦你了，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晚餐，我跟小伟已经吃过饭了。我被折磨了一天，你就给我吃这个？这个怎么了？我早就看不惯你之前的饮食结构了，正好趁这次的机会调整一下饮食结构。还有啊，这份晚餐兼顾了营养和健康，很适合你。开动吧。没肉啊。贺老板，我真的吃不下，我现在特别饿，特别困，特别累，我需要高热量的食物才能慰藉我受伤的心灵，所以我想想吃什么呀？火锅。确定是火锅？哪家呀？边看边吃。放松一点啊！来，再坚持一下。来，我得接着往下压啊！对，就这样。再往下来点。对，放松。咱们接着来。坚持一下啊！好，对，就这样。保持平衡。收紧，姿势摆好，头摆正，放松，好。往下，收腹，靠棍子上，啊，收紧。伸直，我去洗手间。是我，贺总，同城那边有消息了。人找到了？找到了，已经给您订了去同城的机票，2小时后起飞。我正在去接您的路上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去哪儿啊？老师们，你们先休息。好。